次呢，我要跟小玉呢来预告我们下个礼拜。下礼拜要干嘛？下礼拜我们要 battle， 可是我们不是互相 battle。是啊，我刚刚要 battle 什么？要讲一下。我们要 battle 那个什么Just Dance。武力全开2015。没错，这次我跟小玉是一国的。不是在对 battle， 我们要跟别人玩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直播，我们什么先讲出很厉害的，要跟我们 battle 的是谁？来宾。邀请到拉米 girl， 拉米 girl， 重点是除了球员之外，还有拉拉队哦。拉米 girl 是，我刚直接讲拉拉队啊。耶，拉米 girl 是，那你附属男子棒球队啊？对对，还有那个拉米 girl 是附属男子棒球队，也会来一起来。好好好，球那个人数未定啊，球员我球员不太重要啦。好，可是我就是要看球员哎。哦，我是要看。好 ，OK。所以呢，到底是巴哈的舞王舞后会胜利呢，还是他们会胜利呢？请大家拭目以待。期待。下礼拜就下礼拜，预定下礼拜四晚上啊。好了，大家一定要看，好了。一定要看哦。本周电玩梦啊，对，本周电玩啊，本周的电玩梦呢，就是我们那个什么抱抱啊。宫殿抱抱。建林。建林。我们会教大家就是如何。一试就上手的攻略抱抱，啊，强迫是邪灵入侵啊！没错，一定要看，很好看，重点是下礼拜也要看，拜拜。